OK， 接着我们现在接一通 call in 的电话，他这个人是谁？他跟 Sam 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来着，从小长到大到现在。那我们先接他一通 call in 电话，菜头大哥。喂，哦，菜头哥，是，我现在马上把 SNG 转到你那边去。你知道吗？我再不出场，我又一阵快发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，为什么 Sam 从小到大不会被欺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小时候大家欺负他的时候，妈妈就走出来说，他已经长成这样，你们你还欺负他，你知道吗？这演下去不止忧郁症，我高血压都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拉回来节目现场，在菜头嘎哥之后，其实老师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个 Sam 的秘密。为什么 Sam 那么喜欢烤生蚝？为什么？大家都有跟他去烤过。为什么他那么爱烤生蚝？因为他说正常的时候他都不能满足 Sammy， 甚至于有一次 Sammy 还做到睡着，所以老师叫他要吃生蚝。吃生蚝会砰砰叫，他有没有听？他有在听嘛。所以现在 Sammy 如果看他吃生蚝，门都先关起来，稍微不会拉不会，厉害了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还是要紧接着介绍下一位出场的是上一代的偶，现在新一代的偶像歌手黄立行。